天是 Hari Raya 第二天，我要去舍布要。舍布要在哪里哈？在西门站 area。在西门站 area，OK。现在我要过去舍布要，再拍多一点给你们看舍布要是怎样的。OK，on、okay, the way 了，其实我都不知道路怎样走。OK， 两个小时后再见 ，Bye。OK， 我到了。现在我在舍布要，来这边一个小地方。哎，羊。Hello。这个就是舍布要的羊。Let's go。这里就是庙，慈音阁庙，这个慈音阁庙 ，OK， 可以过来这边拜拜。OK， 这里的绿店是剪头发店，好、哦，今天没有开，我们来到了西部要剪头发的话，来这边啊，剪头发店，这里卖鱼的，得今天没有开，因为是 Raya。要走着去那边看那个 terminal。等下我用 drone 起飞，让你们看舍布要的钢蹦，整个小小的地方舍布要是怎样的。OK， 来 take off。好，用 drone 拍好这里舍布要的干波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你们可以带你们家人过来这边舍布要这里一日游。跟舍布要大概从古晋驾过来这边是大概100 km， 你们是不需要用ferry 了，你们可以用桥过来这边。喜欢我的 video 的话，你给我一个赞 ，OK？Please subscribe me，Thank you，Bye。